现场震到我真的无言，就是说不出话，就是 speechless， 就是。这是沙吗？金沙，亮片片。把金粉撒下来以后，苏烈雅的那种美，它跟一般的美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艺术作品，很棒。真的吗？他喜欢这一卦吗？他喜欢这个？天哪，好开心！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是我们中队的人，但是也抑制不住的开心。因为我们都秀景地方，而且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对，林达大佬，不是你，林达大佬，好丑，你们完了。我没看过你们呢，感觉你们也很厉害。怎么打？现在把舞台留给王哲理看战队，出战组别 ，KK 组。KK 春联掌声响亮，加油！这个作品是关于消防员，然后也是对最伟大的英雄致敬。那我也说四个字。哦哟。大爱无疆。这一次因为到火嘛，春林想的最直接的就是想到火就想到消防员，然后而且今年的一些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主题很值得一做在这个台上。2020年3月30日15时，四川凉山西昌市庐山发生森林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这个作品主要是推崇一种精神，有关于高危职业消防员的一种精神。
巧。哎，已经不鞋了，你哥，你现在起范儿已经不鞋了。我觉得要不休息一下，我感觉越做越没力是吗？越做越累。大腿就是把这儿卡在他的大腿这儿。嗯，突如其来一场大火，把一名消防员和三位逃生者困在一起，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鸡皮疙瘩。两支战队，我们的现场评审，如果你们喜欢哇哇酷宝战队，就投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喜欢往这里看战队的表演，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三、二、一，请投票。来，我们工作人员上台计票，差不多，哎，差不多。好，看完两组的 battle， 对这两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呢？一星队长，好，好一个涅槃重生，好一个。大爱无疆，弄得坐在这里的我又是哇哇叫又是哇哇哭啊！哇！给手给手给手啊！段子手，第一次听这么说话。rapper。对，有点酷。加油，队长！首先，对面这一队非常强，然后最后那个金粉傻下来的时候，把我傻到哇哇哭了。对，对。但我更喜欢我们自己这一队。这只是自家的孩子更漂亮的一个态度。对，我很为你们骄傲。小蛙队长，骄傲对，就是我
我不小心看进去，我几乎想要又掉眼泪。因为生死一瞬间这种主题很容易打动人，然后他们的状态，他选到一个真的很容易触动人心的题材，就像我们看一些关于救火的电影也好啊，电视剧也好，就会很容易进去到那个就是你把这种场面马上调动到你过往的记忆也好，或者情绪也好，就很容易被感动。然后我们队的，虽然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但是刚刚那一遍，加上我们想象的特效、金粉、鼓风机、灯光、舞台所有设计，我看完我居然就是停在那边，就是说不出话，感觉就是一直被一种震撼住。一博，张建鹏老师这边真的是特别炸，我觉得是从头炸到尾，整体的编排在上面浮到化都特别的好。然后这边呢，确实像小蛙哥说的那样，真的看进去的话，真的会有。就是会感动到那个拼搏的想要逃生的那个力量，而且最后突出了消防员最后留在这里，其他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最后消防员留在这里，然后其他人逃出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精神，我觉得特别的好。